2018全民国防南沙演习，赞赞赞耶、yeah! 大家好，我是国旗妹。我们今天呢一群热血的老师啊，登上了昆明军舰，即将展开我们的海上漂流记。那最近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咯。这次能够担任南沙演习营的任务舰，那希望在这次航程中能够让随舰一同执行任务的老师们能够体验海上的生活，然后进而支持我们的海军。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因为我以前在两艘军舰服务，这一次是二代舰昆明军舰，所以重新维护思维我自己在海军的生活，对我而言意义非常的重大。训练上呢，有安排很多专业的课程给我上，比如说撇缆训练呢，就是绳子在手上这样子丢出去，那这些小老师们都细心的教导我们。那沙岩军营，是的，立正。青年日报的影片，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还要关注脸书、IG、Twitter、Flickr 相簿，别忘了加 LINE 好友，会有不定期的抽奖活动哦。